这兰亭序的作者是谁呢？周杰伦。周杰伦。周杰伦。兰亭序的作者是周杰伦啊，先生大才啊。那好像也对呀。啊，但是我说的兰亭序是永和九年那个兰亭序啊，你知道吗？是王羲之啊。这那我来一个吧，算半对，算半对。那甘文先生《凿壁偷光》您听过吗？听过。听过。那《凿壁偷光》的主人公他白天在干什么呢？白天在凿壁。啊，白天厉害呀，在学习。那这样吧，我换一个题吧，先生。这西汉的学者匡衡被称为整个西汉最没素质的人，请问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他小时候白天凿人家的壁。这是一个问题，相当于啊。那您来一个吧，来个简单的吧，简单的。先生对一道啊，难点的。我不是难点。行，难点的先生听好了啊，您知道这人有几个心脏？一个，答对了。哎呀，好歹给电梯，先先说一个电梯嘛啊。来，两错一对，再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敢问先生，《东床快婿》说的是谁呢？我别说话，封口费。对，现实，你也封口费，我一定要说。赵家，哎，赵家，说的还是王羲之呀、啊？哎，你摆个动作，先生，来来来，能不能轻一轻一？哎，先生，哎，怎么乱人看着呢？不太雅了，这哎哎，哎呀！你能不能别敲我的腰啊？这就行了。告辞，先生，告辞。